还有这个天呢太热了，太晒了，打个棚棚在这里好吃一点烧烤之类的。找个简易棚，等下就拿着树枝来盖一下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的就搞完了。就这样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啊，没有被太阳晒就可以了。是啊，现在要渐渐关闸了，现在梁哥已经把网拉进去了。哇，这里是什么鱼？哇塞，呜呼，哇，好肥的一条鱼，这个鱼不知道叫什么鱼，啊，先放这里。好肥啊这条鱼，咦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哇，咦，嗯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这条小小鱼，哇，啊，这里又一条，哇，哇，哇，又搞到这么大一条啊！可以哦，今天来，等待这么久，终于抓到大货了。有没有货啊？有一条。大不大？可能有一斤两斤了。那可以哦，今天。是啊。快拿上来！上，我要把网收好下。啊，这个没有船真的不好打。你看，这条够大了。你看，两条，有一条小的，有一条大的。你看，哇，这条可以哦！你看，这条爽吧？可能要两斤这样。两斤有这边还有一条小的，是它还行，这船网还可以，可以哎，还在里面，在这边，这边哇，这种鱼就是很难碰到了，今天搞了两条这么大，是啊，哇塞，这样可以哦，这么大的，嗯，哇，好，这里还有条小的，把它拿出来去。我买，你拿过去放下，这里还有条小的，我放下。哇，今天搞到这两条这么大，太爽了。哇，两条这么大，太爽了。嗯，这张网有没有啊？看了三条小小的，哎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鱼，我也那刚才那张网也抓到也好，那几条，嗯，你看这几条就小的，这么大呀！这个鱼不知道现在很少了，这鱼不知道叫什么鱼，这个鱼，这鱼呢？还有一条在那里，这里两条也是这个鱼，这鱼啊，好肥的这鱼。可以啊，养了这么大的竹鲢鱼，有一条小一点，有一条小一点，这条大一点，这两条你看，啊，这条，哇，大吧，这条，哎呀，两条这么大，嗯，潮的吧，你看，今天的收获，哈哈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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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回这趟也没有白来了。嗯。哎呀，这电站一关，暂时有收获了。现在鱼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玩了，我们也回家了啊。嗯。你看，也可能有个5000多鱼吧，啊。有有有有有。哎呀，他们都还在那里放网。我们准备回家做生鱼片吃了，回家了，现在。